哎，酒驾，醒醒啊，拿酒来。哎，请请。来啦！客官，有酒无菜，岂不乏味？本店虽小，美酒佳肴应有尽有啊。好啊，那就先切三斤牛肉。是啊，三斤牛肉切来。三斤牛肉来了，请。好酒。是啊，本店的酒人称透瓶香。哦，透瓶香有八句赞词，客官是否爱听啊？你只管道来。稻城玉液流霞，嗯，香甜菊润堪夸。哦，开坛隔壁，醉三家，过客平车驻马，洞宾曾留宝剑，太白荡过乌纱，神仙爱酒都不归家了。哦，去了哪里？醉倒在景阳镇了。客官，这酒可好啊？好酒，再来三碗。客官，客官莫怪，饭菜随意，这酒是不能再添了。怎么不卖了吗？不是不卖，客官进门时可曾看到那酒旗上写着三碗不过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这酒劲儿甚大，若饮三碗定要醉倒，就过不了前面的景阳岗了。那俺为何不醉？哦，这酒啊又叫出门倒。如今你不觉醉呀，可是一出店门就快拿酒来。来了！哎，客官请用酒。不是小店有酒不卖，实在是怕客官醉了。这酒可是没有解药的呀。哼，你这是笑天下人没有酒量。再来三碗，待我饮给你们看。这拿去。全给我打酒来。好。傻瓜，他要多少给多少，醉了今晚就住在这儿，还不又赚一份店钱啊？啊，快去。明天一早就能见到我家哥哥了，我要吃他个酒足饭饱啊。我的妈，酒完了。再拿酒来。大哥醉倒了，哪个扶得起来呀？好酒，好酒。
好，都好。嗯，还不把妻子给扯下来？什么三碗不过岗啊？我喝了十八碗，还得过岗啊？还得过海量，不过，我还得过岗。过岗。哎，坐好，坐好。出门倒？什么出门倒啊？我是走到大街上来了，也没倒吧？哎，哈，哎，哎，好酒，好酒啊，透瓶虾啊，好酒，好酒，好酒啊，透瓶虾。客官，停一停！客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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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，跟我回去吧。又是你个三碗不过岗？不是啊，客官，却是真的不能过岗。啊，我又不赏你酒钱，凭什么不让过岗？客官有所不知，这景阳岗上有猛虎出没，已伤害了二三十条性命啊，大小牲畜不计其数。客官还是跟我回去住上一宿，明日正午再搭伴同行吧。哼，我是前面泾河县人，从未听说这景阳岗上有虎。去你的吧！客官，真有猛虎，跟我回去吧。真有猛虎，县衙早有告示，单身不准过岗，非要过时，只能在四五位三个时辰，持刀枪棍棒结队而行啊！客官，还是跟我回去吧。真个有虎，又有县衙门的告示。放在店里怎么不说？啊？莫非你等想起了我那白花花的银子了吧？啊！去吧，告诉你们店主，就是有虎啊，也不怕。你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好，我一片好心，反成恶意，枉让老虎吃掉，可怪不得我。不怕，就是有虎，我也不怕。老虎来了！老虎来了！老虎来了！老虎来了啊！挺好人劝，吃亏在眼前。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啊！反正我话一说尽，碰上老虎，该你倒霉。老虎来了，老虎来了！啊！老虎来了。这人怎么真有意思啊！
原来果真有火。我若回去岂不是叫他人耻笑？硕大的山岗偏偏就让我碰上火，翻过岗去明天一早就能见到我家哥哥了，还是赶路要紧。
快把毒箭放下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？我们是景阳岗的猎户，在此登虎，今晚是我们爷孙二人守夜。呵，好大的个子，你是什么人？怎敢夜间过岗？啊，俺是过路的，因急于回清河县探望兄长，故而夜间过岗。你不知道这山中有虎？老爹，方才俺碰见那只大虫，已被俺一顿拳脚给打死了。啊？什么？哼，莫非你整着三头六臂，赤手空拳能打死猛虎？嗯，此话当真？哼，老爹，没见俺身上的血迹吗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嗯，什么？爷爷，你看，那死虎现在何处？快带我去看一看。好，走。当心，前面有陷阱。哦，走这边。好。啊，爷爷，快看！老弟，你看，嗯，老弟。英雄啊，你真是我等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！哎，快快请起、啊，老爹，这岂不要折杀武松了？哎，二虎子，二虎子，快把大伙儿找来！啊，啊，哎，啊，爷爷给。快来看呐，老虎被打死了，叔叔大爷们快来看呐，老虎被打死了、哦、不能咬啊！哎，大人生，真是被打死了！哎，看样子老虎好像睡着了似的，还睡得挺香的。哥，打得真厉害！哎，老虎的尾巴打人可厉害了，县太爷的板子更厉害，撑得血喷大口。嚯，肚子好大呀！真是，怪不得总要吃人呢。半年多害了多少人命啊！这个吃人肉喝人血的畜生！叫你吃人，叫你吃人，再叫你吃人！哎，我叫你，我叫你。是啊，打几下，出出气就算了。是啊，真是。算了。哎，兄弟，算了吧，别哭了。
唉，孩子他爹就是被这畜生所害死的。哦，一家人哭哭啼啼，整天嚷着要报仇雪恨。这孩子小小的年纪就跟我上山狩猎，等了他好几个月，方才倒叫壮士见笑了。嗯，哎，哪里哪里。哎，没想到这畜生竟如此凶狂，倒把乡亲们害苦了。哪里哪里，壮士啊！如今英雄为咱除了这一害，正要感谢英雄的恩德呢。是啊，还要感谢英雄的恩德呀！阳谷县两大害，总算除掉一个了。哦，还有什么？这还有西。说完了，别说了。嗨，你看我这老糊涂，至今尚未请教英雄的尊姓大名呢。岂敢，在下姓武，名松，山东清河县人士，是由河北沧州回家探亲路过此地。哦，只因赶路心切，又多喝了几杯，才贸然过岗，无意间打死这只老虎。这算不了什么，倒是众位日夜守候，多多辛苦了。武英雄一定很累了，快请到村里安歇吧。是啊，是是，明天一早还要到阳谷县衙请功领赏呢。不不不，这可使不得，明天一早我还要急于赶路呢。哎，真的，阳谷的林县，哎，明儿老伯，我真的要来。我醒了就是。我奶奶要是知道是你打死的虎，就是爬也要爬到这儿来看看你呀。哎，快往老虎台上，有话到庄里说去吧。雄胆大，真乃英雄豪杰啊！不敢。来啊，为武壮士赐酒。这，老爹，请。多谢史大人。看赏。这是阳谷县百姓凑的1000贯铜钱，赐予壮士，也算是对打虎英雄的一片心意吧。不敢不敢，小人不过一时侥幸打死这只大虎，并非小人之能。哦，倒是众猎户半年来担惊受怕，日夜操劳。嗯，这赏钱理应散于众人。哦，不不不，应该赏给武壮士，这可使不得。收下大人，收下吧。尊敬不如从命，我看尔等就不必推辞了吧。这多谢史大人，多谢大人，多谢武壮士。不敢不敢不敢。来啊，去到各个乡镇鸣锣通报，景阳岗自即日起日夜通行，明日行老虎会，
以资庆贺，也为武壮士庆功啊。这多谢石大人。卖炊饼，卖炊饼，卖大炊饼，卖炊饼。哎，运哥呀，吴大伯，你也来了。好，来吃个热炊饼。不不不，我不吃。哎，好了一早晨，怎么能不吃呢？吃一个，来拿着。不不不，我真不饿。哎，拿着，让你吃你就吃。不不不，我不吃。哎，拿着，吃吃吃。喝茶了。吃，吃。喝茶了。哎，这就对了啊。吴伯仁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好，卖炊饼，卖炊饼，大炊饼，卖炊饼。哎，对，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大爷，大爷，这小娘子长得不错啊！谢谢。滚！哎呦！哎，你怎么拿我的梨？哎，你怎么抢我的梨？去，还给我！赔我的梨！你赔我的梨！你赔我的梨！赔我的梨！赔我的梨！大爷，大爷，他抢了我的梨！抢你的梨也行？对对，好，抬得好！你怎么踩我的梨呀？踩你的梨！你怎么了？哎呀！打得好，打得好！再来一个！哎呀，哎呀，那是个孩子！哎，叫你管闲事！哎呦，哎呦，打！哎呦，停！哎，你打得好！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算了，那还要不要那个？哎呦，要不要了？哎呦，哎哎哎哎哎！别打了，别打，别打了！啊，老爷老爷，老爷老爷，啊，老爷老爷，老爷老爷，你要不要钱？他是要不要钱？他是个孩子，哎，他是个孩子，他不认得你。要打打我，要骂骂我，只求您消消气就好，消消气就好。哼，你这三寸钉，骨树皮，这倒管起大爷的闲事来了。哼，这小子，好，今儿我不骂你，哦，也不打你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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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老爷学个乌龟爬，怎么样？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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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新老人。来来来，爬呀！哎，快点啊你！我爬，我爬，快爬！来来来来，快点！哎，爬，你爬得好！哎，快爬！快点！来，再快点！哎，爬得好，爬得好！老爷，您消气了吧？您饶了他吧！再来一个王八爬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哎，好，再爬一个。男人，要从我这胯下爬过去。啊，嗯，对，爬呀，快爬过去。爬呀，哎呀，爬呀，哎呀，这帮人太奇怪了，太奇怪。吴大伯，哎，吴大伯。
们。运哥，运哥，别哭，别哭，男子汉大丈夫哪能轻易落泪啊？这都是哪家的老爷，竟如此刁钻狠毒？哼，什么老爷？他们都是西门大官人家的门客罢了。这些短命的看家狗们都不能好死，死了也得行他个狗会。是啊，是啊，就是。真是该死了！太辛苦了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运哥，看看便宜点，把它卖了吧，啊？嗯。去吧。卖梨嘞。卖梨，我来一个吧。卖梨嘞，我来一个，我来一个，来啊！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拿上。嗯，去吧去吧，这孩子够可怜的。卖梨，哎，卖梨。我的好兄弟，你可回来了。哦，这就是五二伯伯。请嫂嫂受礼，叔叔万福。这就是隔壁开茶房的王干娘，如数还清。可这利钱，分文不给。五都头，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、啊！陈老伯，我不会饮酒。你，天大的事，也要等我回来再说。